那集合没有到，我们后来就派人去找，在7:50的时候，在排长寝室内的预测，发现王洪林排长他有一自我伤害的行为，所以我们马上把王洪林炮长把他放下来，然后做 CPR， 然后立刻派救护车到医院来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急救，相关的原因我们还在详细的调查当中。现场已经封锁，我们到时候假设我们有最差的状况，检察官可以到现场做勘验。那如果说人如果说能够平安的回来，我们有另外一种这个心理辅导的做法。